脚步来。斑驳的城墙爬满藤蔓，到处可见佛教石像浮雕穿梭奇岩异石间，有种来到国外的感觉。这是台南南溪万佛寺，其中小普陀山禅修公园更有台北吴哥窟之称，将在8月5号重新开放，但现在要入园得考试。打开预约网站，看完相关的规定，立刻有随堂测验，包括保险、时间、梯次等都变成了题目，大概全部看完也得花上5分钟。题目也不简单，像这一题进入禅修公园，我们可以选择带小朋友进场，跳出个小和尚说答错了再做答一次，得全部答对才能预约。有的可能会答不出来啊，嗯，对，那就不会想要去。如果很有兴趣的话，应该还是会去。我还要事先做功课的话，就是要再看这样。虽然考试有点难，好不容易通过，打开预约平台，前一个礼拜几乎全满，每梯次50人，一天4梯次，到8月11号早上8点才划到仅剩的一个名额，真的很热门。我们都希望进来的游客或者是民众可以慢下脚步来，而不是像一般的旅游团这样的一个方法，每个人都要自己投保旅游平安险。台北吴哥窟独特的风景成为打卡景点，但道路崎岖不好走，园方也希望游客来参访放慢脚步，入园前的小考试让这个网红秘境再度引起关注。三选黄世忠古先台南。